我是亚特兰大探店群的成员。今天约你来这家店呢，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你想要吃的东西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请进。谢谢。Hello， 你好，两位。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饼，这样像球形的。它冒着热气。对呀、啊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来试一试，就撕一块大的，蘸一下咖喱酱。对，这个咖喱酱看起来就好吃。大家可以看里面的汤汁，还是很丰富的。外面的这个酱就是辣度，适中，也不是特别辣。里边还有虾，然后感觉就特别的 Q 弹，然后就感觉在嘴里好像快跳出来一样。可以吃吗？吃吧，你吃吧。我们摄像小姐姐已经馋了，让我尝一下。油泼面。哇塞！油泼面。油泼面来了，我们来尝一尝。这是咋分？葱啊，虾。这条是手工拉的。对啊，不是吗？这个、是手工面。这面条全是宽的。我来先把它拌匀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山东，你们也会经常吃面食吗？对，我在山东的时候就经常吃这种面食，但是没有放这种，没有这种油泼的感觉。它是把那种辣子放到面上，然后用油泼了，激发出那个辣椒的这个香味。对。煮得很软，对，一切就断，对。它这个皮还是很脆的，然后呢，这边我觉得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我觉得非常好吃。在后厨遇到了很多勤劳能干的帮厨，也非常感激他们在疫情中做的点点滴滴。王海滨大厨说，餐厅取名为海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名字有海，更因为海纳百川。这个东北老大哥对外界的感知是如此的与众不同，他用味觉来表达一切无以言说的想法，淳朴而真挚。谢谢雪松来陪我们探店。好，谢谢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关注微信老师游记，转发、点赞、评论我们的视频，你就会是下一个和我们一起品尝美食的小伙伴哟。